罢免案已经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那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剩几条？今天投票心情会不会有点复杂？因为大家走进也是，不过能做的都做了，所以心情复杂是会，不过比较多的是自己对自己这一路上的想法，倒不是对投票的复杂。我们认真啊，然后到底做错了什么？那如果再来一次会怎么做？有没有经验会有什么差别？比较多的是自我的反省。妈妈有给你什么鼓励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很怕他上电视，我很怕抛头露面。委员，您徒步选区100小时以后获得选民的回应是什么？我觉得其实两个人之间哦，即便男女朋友或夫妇，两个人互动的时候，本来就有开心的时候，有难过的时候。那何况是你跟很多人同时互动，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参政的初衷，怎么让大家可以活得开心、过好日子？是认知的问题，是现实的问题，是法律的问题，还是政府的问题？所以在互动的过程里面，比较多的是去抽丝剥茧一些东西，然后回到那种原本一开始，不要说参政，一开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朋友的感觉。罢免案已经能做的事情都做完了，那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剩几条？过去这个地方有一些传闻或者是历史，那进入民主化之后，我们都不乐见这些事情再发生，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把故事写完，那结局由大家来决定。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就是填票。